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中国式家长。今天就继续来养育小孩吧。接下来先脑洞哦，一开始就可以直接看到了。差不多就这样，之后就把沟通学起来，然后地理常识、自然常识，这都蛮少的。94也把它学起来，这样子应该好一点吧。索取有什么？就这个吗？打工好像还好。诶，可以打工，打工可以赚钱而已吗？买菜，还有能量就买菜看看。买菜工作完成了，零用钱12块哦，比想象中多。接下来就有事件要先解决。好累啊，为什么要上体育课呢？不要太矫情哟，你看人家素好同学天天加练。最讨厌这些爱闹腾的男生了。后面这个同学只在睡觉吗？美术课是最喜欢的课了，轻松有趣，五颜六色颜色调和起来好好看。抉择，看到小明买了最新的铅笔刀，转动的时候有酷炫的灯闪烁，你也想要，于是你决定偷同学的，问同学借着用，跟爸妈说我也想要。父母说不能攀举，拒绝了这个请求。拒绝了，继续安排，先这样子。新的特长，速算高手。电子琴、长跑、同桌的家长，同桌的家长跟你家长说不要打扰他们家孩子学习，你父亲觉得你肯定做了坏事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是是画画那个吗？这个叫什么？临摹吗？还是什么？半块西瓜。竟然是半块西瓜。大队长，你想竞选大队长，爸爸说你当班级干部会浪费时间影响学习。沟通过家家，就是想当妈妈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特长？你跟小区中其他的小孩子一起玩过家家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有点奇妙，好像有了奇怪的，这个是稀有的。长大后我想当妈妈，有点奇妙。接下来就是继续，然后事件。今天的体育课内容是10000米长跑，大家都准备准备。10000米，其他学校不都是800米的吗？你们一周能运动几次？天天都在背书学习，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。孩子们奔跑着，一开始个个苦大仇深。跑着跑着就把奔跑变成了你追我赶的游戏。你来一下。喘气啊，被老师找了。你跑得挺快的，四肢比例也不错，周末学校有额外的训练，你要不要参加？有这种东西吗？还有事件。秋达，这里才是最适合画东西的地方啊。你竟然在墙上乱写乱画，我要告诉警察叔叔。就你讲文明，这叫艺术，懂吗？艺术。你画这东西还不如旁边的猜字有艺术性。猜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自我鼓励50。可以大扫除。这个39。这个41。好划算哦。这些。数学99，要把它学下去吗？晚一点好了，安排。好，下一回合，零花钱。好朋友家里人不给多余的零花钱，每次别人送他东西，他都只会拒绝。好朋友吗？送他东西会拒绝的好朋友应该有吧？先写染红的，助人为乐。你的同学今天向你抱怨游戏荒，唠叨不停。你掏出手机打开幕外 APP，
目外是什么意思？用上面推荐的一堆好游戏堵住了他的嘴。四则运算，英语单词，好多单字。电子琴，真不愧我亲生的啊，干得好！怎么那么突然？零用钱增加了。哦，长跑，有新的特长了吗？自我鼓励，跳皮筋，有两个可以新的。都期末了，关键时候怎么不瞪起眼来？给你买了个复习题，好好做哈。复习题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要直接开始吗？先看一下那个长跑，叫高速路吗？好奇怪。试卷、解题思路、拼凑，三个可以变成二，更高级的吗？然后要解题目，可以不相邻。所以说现在21的话就把它用掉，就有一个2，之后就是要有一个1，是这样吗？哇，没有能量了，好吧，只要这样，至少赚了蛮多的悟性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学这个吗？接下来好像就没有脑洞可以玩了，所以说就先去商店看看有没有什么152可以买的。唱歌之路加200块，学说话，新的技能，把它买起来。哦，这个就是说服吗？原来是这个，之前的期望好像有这个东西。再来继续安排，先这样子。运算打赌，你和同学打赌赢了，对方不认账。兴趣班，动漫主题曲，没有相似经历。电子琴、涂鸦、自我鼓励、跳皮筋、蛙式跳皮筋选手，跳了那么久，总算有新的东西了，有个芭蕾舞可以学。说服这个好难，芭蕾舞哦，只要20，为什么？这个只要20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又可以玩了，只能这样子。成绩又要来了吗？这样子先把一些技能学习一下好了，把这个都学一下，应该会比较好。现在都说培养不出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，孩子都见不到苹果树，怎么被砸中？是这样子吗？历史常识，简单一句话，历史就是5000年的风和雨啊，藏了多少梦？之后这个是什么？卷腹，艺术赏析，简单绘画，英文，还有写字。好女儿，今天给你展示勇字八法。艺术赏析也顺便好了。接下来就是成绩，又是要检验成绩。语文76，数学76，英语100，自然100，人文100。不错不错，这次还可以继续保持，继续保持。面子增加了，好险。接下来安排大概是这样。郊游午餐，郊游的时候大家都买想要的，父母却给自己做了便当。如果是远足的话，好像是都在外面吃吧。崇明风波，哦，名字一样。女生的衣着，随着年龄增加，女生们纷纷开始穿抹胸或者小背心了。这我应该没有。简单绘画，电子琴，涂鸦，不愧是我亲生的啊，干得好。零用钱增加，涂鸦，芭蕾舞，少年宫，哦，有好多，每次都好多。新的期望，重点中学达标。小升初的学区房好贵啊。
一个女孩家又得找上那么好的学校吗？以后还不是得嫁人？哎呀妈，你那观点早过时了，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，而且女孩要富养，她以后可比我们有出息多了，我寄予了厚望。厚望这只要20，魅力增加这74，应该要先点这个的，把它点一点再用，看一下接下来要记忆力到，哇，2500，感觉好难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索取有手游、课外读物、任太堂游戏，这个成功率好像比较低。这个做饭、技术新家务，刚好剩5点。还是算了，先留着。事件有什么？老师说的那些美术作品，看起来你都懂的样子，好厉害啊！还好，只是以前涉猎过而已。我也很希望和你一样那么厉害，你教我一下嘛。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你要看你自己领悟了。那我要学画画，学画画，这个变成67、62，要把它先学起来吗？这还有个抉择，学校要交购买学习材料的钱50元，你决定跟父母说50元。同学妈妈打电话问你的父母，发现你的同学虚报价格。虚报价格，同学哪个同学？接下来就再先到下一层去，下一回合长大咯。小宝库，同学送你的贺卡、小礼物，还有分别时候的签名衣，都被你收在一个小宝库里。这个就是类似把它收藏起来吧。偏向，你发现老师在处理同学间矛盾的时候，总是偏向学习成绩好的一方。好像没遇到。身高，你发现其他同学比自己长得更快。简单绘画、电子琴、艺术赏析、芭蕾舞、少年宫。哦，这个是。这算是国中吗？又是面子竞赛，先完成这个好了。有什么呢？现在特长只有6个，稀有。好吧，又要面子了吗？面子对决，这一次是海龟老闺蜜，85开始的。没想到国内变化这么大，也变得时尚了。速算高手，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孩子可从来不会去这种厕所。炫耀特长，我还是推荐你家孩子多学法语，这样才能和我家宝宝一样 international。真是的。像有点，哇！你们家竟然也有 WiFi 啊！没想到这么先进了，好过分！现在好像有点糟糕。哎呀，我们的签证马上到期了，回国还真是不方便呢。糟糕，好像有点落后了，对方略胜一筹，我的技能不够，只好继续努力了。接下来。简单绘画，真不愧是我亲生的，干得好！鼓励。悠悠球。捐款。球迷。电子琴兴趣班。芭蕾舞。少年宫。服饰审美，还有这种东西吗？接下来还剩5回合。再来把这个点一点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是要选秀吗？要先把什么学一学吗？选秀，可是我没什么特长，
没什么特长，要选秀吗？好吧。接下来是情怀，什么是情怀？特长点数，情怀是什么？我想当妈妈算吗？最佳潜力哦，最佳潜力奖，有点疑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这是算什么特长？太奇妙了！天哪，怎么那么奇妙？吓到我了！太有趣了！接下来就继续简单绘画、电子琴、兴趣班、数码宝贝、悄悄话、理解偏差、新的特长、逐利艺术家吗？什么东东？刚没看仔细。少年宫，这是什么队员？又有新的期望，这个完成了。然后看一下，刚是学到什么？足力艺术家是什么？芭蕾舞吗？就是芭蕾舞的意思吗？又有新的了，接下来有作文跟成绩，用完了，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几何学作文的话是要古诗之类的吗？先学几何学，再学模型。我小时候最喜欢那句“我来组成头部”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政治99点，这个是语文。古诗、英文文法114，现在还差大概400左右。作文，第一次参加作文比赛，好紧张啊！回想一下老师教给我的作文心法。作文通过文笔、逻辑、想象、思想四个维度来评判，所信能力越高，增加的值就越高。作文的题材、写作风格决定了我要加强哪个维度，争取扬长避短。当然啦，最重要的还是写作过程中一闪而过灵感，千万别忘了点击灵感，提高作文的质量。灵感有好有坏，需要我仔细甄别、细细思考，这就是老师所说的作文的奥义。让我看看，这次老概念作文大赛题目是《向日葵与阳光》。现在能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些题材了。向日葵与阳光，向日葵，阳光，独立意识，生活，病痛，生活吧。向日葵，靠着阳光生活这样吗？好吧，生活。风格写作，井井有条。开始写，这个增加的。逻辑，这个增加，这个，这个好像还好。杯中窥人，这是什么？刚好像还不错的东西。这个也不错。文笔再增加，没有其他的吗？想象，逻辑，文笔。文笔、想象、想象、文笔，逻辑减少了，思想、逻辑，又不小心点到有减的，逻辑完成了，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奖呢？得到了安慰奖哦，至少还可以。还有什么可以学的呢？服饰审美，这个之后再用好了。接下来又是成绩吗？语文85进步了，数学也进步了，英文100，自然100，人文100。你前面也没几个人了，努力学学，马上就能超过他们。人比人，最重要的是要赢啊！是要赢啊！安排，先到下一回合。文法。
电子琴，好奇儿童，自我鼓励，少儿不宜，用手打住，这应该不知道，应该都有吧。小时候的时候，穿什么？怀疑父母，少年宫，哇，又来了，好多，又有新的要学习了。这些绷带是怎么回事？我因为我的胸部很胀，拿来缠胸部的。哎呀，傻闺女，这是女孩子的生理现象，说明你身体健康开始发育了。你缠扇对身体不好。下午放学，妈妈带你去买个女生背心。可是我还是害羞。接下来大概先这样子。392这边好像只有这个85跟81比较少，先把这两个学起来好了。智商增加，记忆加100，现在还差大概100多，快200，还要再努力才行。接下来是什么？竞选抉择，抉择是什么？抉择，这次的考试题目，我的家长，你准备。以父亲打我为题，以母亲的鼓励为题，以父母吵架为题，还是用这个好了。作文分数一般，母亲很高兴。竞选是什么？竞选班干部。这次选干部，希望大家有自己的判断，不要被别的因素影响。当然，我个人觉得马国勇很不错，你们看着办。老师，你这样太过分喽。太过分了，这个算是帮助同学增加了一定群众基础。我的优势是群众基础吗？他增加了亲近老师，帮助同学，所以我帮助同学应该这样就可以增加了，是吗？在帮助同学，一直在帮助同学，我当选了，哇，悟性好多，这个可以之后再学。这样子就是在安排，只先这样子开始。语法，当家做主，偷偷玩电脑，购物，自录磁带。电子琴，十万个为什么，自我鼓励，得得，少年宫，有两个新东西。妈，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？什么叫偷看啊？你自己的东西不放好，就在桌子上，给你收拾好，不谢谢我，还怪我。以后我的东西你不要碰。这孩子真让人不省心。这个好像叛逆期吗？有种叛逆期的感觉。还剩下25回合，之后再继续努力吧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人想对我说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